你们就是这片区域的迷你特工队吧？胆敢阻止我，光着枪，准备！呀，少废话！风之剑刃变形！ 是我们的勇气，来抵抗邪恶了。就由我先上。快去帮忙！快去帮忙！上我！齐上！这些蠢货居然！加油，迷你特工队，我们会撑住的。好好还击啊！ 幻剑箭火变形，炎阳箭准备，炎阳箭发射！让我赐予你黑暗的力量吧！ 钢铁之翼发射！东季季来了，太好了，福特！你现在是不是很饿啊？我马上去拿好喝的粥来给你哦。奇怪，大家都去哪儿了？难道说大伙听得到吗？我是福特，饿！麦克斯，麦克斯！ 家伙，让我来对付你！看来是该结束战斗了。停下来！要合体了。好，我们为正义而战，特工机甲合体。 感觉如何？哈哈哈，同时进攻吗？很好，我乐意奉陪。
羽毛之光发射，钢铁之翼火焰暴风，哼，简直小菜一碟，来吧。接招，不能就这样放弃了，再加把劲。这绝对不可能，雷受到了致命伤，我们再攻击一次就能结束战斗了。这看来我受到的打击比想象中的严重，今天算你们走运，我还会回来与你们决斗的。那家伙要跑了，快抓住他！不，不用追了。我们先拿出我们的光之枪吧。光之枪，准备。风之剑刃变形，风之剑刃变形，暴风机关枪变形，万界烟火变形，自动贩卖机装甲，特工汽车出动，出动！最后一次攻击，我们必须把硬币塞进去。大家上啊！明白。凝视机，给我解决他们！大家小心！光之枪，准备！万箭烟火变形！什么？万箭烟火变形！这
出来吧，机械装甲！啊，垃圾桶装甲终于出现了！各位，出动特工汽车！特工汽车出动！出动！耶！哈哈，让我们把这个大家伙变成废铁怎么样？上吧，各位！好的。快躲开！可恶，你跑不掉的。不能动了。我也是。好吧，这次我来解决它。看我的！露西！需要集合你们的能量，金之羽翼，准备！就是现在，把所有备用能量都传给露西。收到。